我非常喜爱诗篇91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思想这篇诗篇的时候，我马上被避难所、山寨、盾牌、隐秘处这些形容耶和华上帝的字眼所吸引，他们给我一种十分巩固安全的感觉，叫我在面对攻击的时候也完全不害怕。这篇诗篇所描写的攻击也是非常多样化，有藏在暗处里的罗网，等着那些没有留意的人，也有躲在黑暗中的惊骇，等着陷害人，有眼睛看不见的瘟疫，就像是横扫全球的冠状病毒，也有千军万马的交锋。可是可以肯定的是，不论是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敌人，不论是刀剑交锋或者暗中的陷害，世人都感到十分的安全，因为他相信耶和华上帝必定保护他，必定看顾他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刚刚经过了充满恐惧的一年，疫情对我们的影响是无法衡量的。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因此彻底被改变，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。让我们从这篇诗篇学习宝贵的功课，当年诗人所依靠的，也是我们今天可以依靠的。耶和华上帝的应许依旧不变，只要我们专心爱他，他就将我们安置在敌人碰不到的高处，隐藏在敌人动不到的隐秘处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吗？你今天愿意定义专心的爱上帝，凡事顺服他，凡事依靠他，因为他是大能又慈爱的主宰吗？身旁才害必不领导我，神必为我吩咐他施政，崎岖道路时刻要看顾，他们拖着护着免我跌倒，危险中必安然度过。是你。